现在我们镜头里的高挑的黑衣女子，我要着重的跟大家讲一下，她叫苗可秀，也是一位影星。她呢和李小龙合作过《唐山大兄》《精武门》等等电影。她呢还是李小龙的前女友。她此刻看起来呢是非常的悲痛。她呢还带来了李小龙生前最爱吃的翻滚荔枝。看得出来啊，她和李小龙的感情是非常深的。很多的媒体啊，在提到李小龙葬礼上的苗可秀的时候，都说啊，她是穿着校服的半个未亡人。除了苗可秀以外，葬礼上还有另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，就是丁佩送来的花圈。这个花圈啊，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个啊。原本作为李小龙的情人，又是亲眼见证李小龙死亡的人，他是最应该到场的。但真实情况却是，为了躲避舆论，他只送了一个花圈。